老师先来帮大家想一下选 A 的网友，这个也是不是他可以走下去一辈子的人呢？好，选 A 的话出现的是宝剑八，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，他其实他的身体上面是被束缚住的，他的眼睛也是被绑住，旁边都是有剑，好像举步维艰的感觉。也就是说呢，你们你的状态有点像是说受困，那旁边的这些剑代表是说受到可能他人的意见或者建议，包含就是说可能你自己心中的想法评价，可能已经对他有一个既定的印象，而去影响了你跟他之间的发展。你看不清楚这样的事实，但是你要别忘记，就是说其实你可以自己去松绑掉，因为他这个结其实是在身后，就在你的被守的那个地方，其实你一拉就掉了。你可以把你自己眼罩去拉掉的情况，也就是说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先去做一个抛弃，先不要去害怕，也不要去退缩，让自己勇敢的去面对现在真实的局势是什么，你就会认清彼此之间的优点。它其实是你只要拉掉这些的成见，这些的意见，你就可以走得下去。所以这个人其实有可能是你可以走下去一辈子，但你可能受到周围的其他的人的意见的影响。没错，你其实没有打从心里去看清这个人，就是不是依你自己的眼睛看他嘛，是太多周遭的人啊，他那不好啊，那个他怎样怎样，然后就觉得哎，他真的不好吗？就是还自己很常吧，大家有时候交往的时候说，爸爸觉得他不好，妈妈觉得他不好，姐姐觉得他不好什么的。对，没错。对，其实就是看不清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人，或者真的认同这个人，对不 对？所以选 A 的网友，老师应该是建议他说要自己看，自己由自己的心里去看这个人，对不对？听从心中的意见。所以应该是算是有机会，但你可能要先抛下一些周边的成见。没错。好，大家可以。A 的网友建议啦，选 B 呢？好，选 B 的话，它出现的是权杖四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看到它呈现就是，有好像有一个稳定，开始去盖，背后也有城堡，开始去建造出来一个更理想的目标跟更理想的领域，也就是说，你们之间其实是一个平衡互补的关系，你们也是一直持续的稳定成长。然后你们都是互相给彼此够的安全感，所以说你们之间很能够去变成是说在往下走发展的状态。所以选 B 的网友是很适合跟你现在心里想的这个人走下去的，对，因为有甚至迈入婚姻的状态，就是又有什么盖城堡啊，然后彼此安全感。对啊，这张牌就是让他觉得很对安详感，就是觉得很幸福感，就是不会让人家有什么贱啊什么的。对，没错。而且还有这个，就是拿着花什么的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选 B 网友，你心里想的这个人确实是可以跟你走下去的人哦，好不好？把握一下机会。好，选 C 呢？选 C 的话，出现的是宝剑四的逆位牌。也就是说呢，可能之前有发生过一些事情，变得有点退缩，躲在自己的衣橱里面，不太愿意去相信别人的话。你想让自己从中间完全的宁静休息一阵子再醒来，那你要得到的是充足的休息再苏醒，才能够看到未来的情况是什么，也就是跟他之间的状态。所以呢，是说他两个人先冷静吗？不是，已经冷静了。已经冷静了。现在目前现在状态是冷静。对，是时候要起来了。你已经休息足够的时间，如果你再拖下去的话，你反而会变成醒不来。你要回来正视你们之间的状况跟问题。所以有可能如果他不再正视问题的话，就掰了，是吗？就这段关系就不会再继续了。其实是之前关系上面已经是冷淡了。对，所以、就不想要去理会对方的付出啊这些，然后就是不想要去谈啊这样的态度。对，那你自己休息一段时间后，你要记得起来，你不要说一直呈现在这个样的局面。不要这么疏离，到最后可能就真的。就没了，对，你就没有办法去看说，到底你们是不是适合的对象？那老师的前提应该也是他会觉得对方有在他的考虑的名单之内吧，是吗？
就是如果都不考虑就算了，就拜拜了。就这个人还是有一点点机会，只是要对方要本人要自己先想清楚，就对，要去证实。对，没错。好哦，选 C 的网友，可能老师应该是说不要再冷静了嘛。对，可是如果是说要另外一方。如果是说就是这样说好，两个人一方在休息，另外一方他就是在付出的情况。那今天如果是另外一方逼迫休息的那一方醒来，那他还没有休息足够时间，反而是错误的，反而会造成是说这个休息的这个人他还没有调整好身心状态，他反而是面向他自己，然后要去再跟你重新相处，所以是会有反效果啦，对，就不要逼对方的，对。没错。但老师说选到这个牌了，其实你已经要正视这个书型，你应该要正视你的问题，跟面对这个问题，跟这个对方相处，而不是一直觉得哦，我现在还是处于就是休息的状态，对，不能够摆烂，不要摆烂。对，好，这些网友总是建议不要摆烂，好不好？正视问题，选 D 呢？好，选 D， 它呈现出来是权杖五，权杖五拿着牌，没关系，看旁边。权杖五，对，权杖五意思就是说呢，你们现在就是一群人在做一个争斗的情况。那它呈现逆位的牌，也就是说，你们要争斗结束后，心平气和坐下来谈，达成彼此之间的共识，才有办法走下去。不要每个人都去想要表达自己意见，而不让对方表达。所以要有对方听，请听别人的意见。是啊，那样双方要倾听对方的意见，对，好好，然后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共识点。